神在天庭，魔在魔界，人在人间。每逢千年七月十五，是仙魔跨界转生的时刻。姐姐，我灵没到了。听说今天西域美女进了城，个个都长得像妖精似的。何止像啊，就是妖精啊。杀魔就要比魔更猛。没有魔界之灵，魔界必亡。钟馗，你要确保魔灵安然无恙。不准入关，走。这西域的姑娘睡这么凉吗？等一心上人值得吗？你要杀我吗？今夜是最后一战，我要知道我是谁。千年轮回将临，魔界恐会生事。